你们是不是想击败那家伙吗？交给我吧！真碍事！面对那样的武艺，任何人都不是对手吗？果然是人中无弓，马中吃兔。 我还以为都是些胆小鬼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有趣的家伙。休得胡言！你这个不明事理的恶人，还掩人张飞，要将你杀得片甲不留！你好像多少有些本事，但是靠那种烈马可不行。今天的战斗可以让我尽兴。 翼德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这把凶猛的利刃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云长，翼德，我岂会让你们赴死？ 哼！可恶，站住！算了，击退吕布就足够了。云长所言极是，各位，赶快攻陷虎牢关吧！我原本初毫不迷茫。